遇见有趣的灵魂，活出真实的自己。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心社，让我们一起谈心、谈情、谈音乐。Welcome to Generous Talk, an intercultural conversation on music, health, and lifestyle. Enjoy.这个周六下午，我会和如果青年有个合作，在上海市中心的一个创意空间主持一场有关梦境的沙龙。大家聚在一起聊聊梦境，探索梦境，以及梦境可能给予我们的启迪。就这样一个简单的主题，然后发散性的随着当下的启发和感受，去漫无目的的分享一下。对，不需要有特别的意义，可能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意义。我在想，那关注我的人里面，大家想到梦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有多少人会对探索梦境感兴趣？你是不是能够记得住自己的梦境？你有没有尝试过用梦境来加深对自己的了解，或者帮助自己解决一些现实中面临的问题？你有没有写过有关梦的日记？对，就是把每天的梦境在清晨醒来的时候快速的记录下来。你有没有尝试过在白天把梦境重演出来？你有没有尝试过在睡觉以前躺在床上的时候给自己的梦境传递一个信息，或许个愿望，让梦境帮你解决一些问题，或者给你一些答案，然后你发现你的梦会回应你。上面的每一刻我都尝试过，我发现梦境特别的好玩。那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里面提到说，梦境就是探索潜意识的一个绝佳的通道。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弗洛伊德说的每一个理念，因为他的视角很多是局限在他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下，这个以后有机会可以探讨。但是他对于梦境的这个理念，的确是这样。具体怎么会聊起来这个事情，怎么会忽然想到要去做一个有关梦境的沙龙呢，也是很有意思。也是在一个群里面，然后群里的小助手说，想要问大家20多岁的时候有什么烦恼，然后现在解决了吗？我就思考了一下，停顿的思考了一下，发现我最大的苦恼还真是跟读梦的解析有关。就是可能从小到大吧，可能从十几岁开始，其实就会觉得比较难找到同龄的能够进行
深度的交流的朋友，有很多玩得很好的朋友，可以做各种各样喜欢的事情，不管是打游戏啊、看书啊、出去玩啊，或者玩音乐啊，或者谈着生活上其他一些事情，但是可能思想和精神层面，特别是我要聊一些我最近在看的书，会特别难。我发现和我聊得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比我大20几岁、甚至可能交到一些80岁的忘年交，我们可以很深入的有这样的交流，包括书中的那些已经过世的或者没有过世的，可能小时候读到的已经过世的那些作者会比较多，现在越来越读到很多没有过世的作者，甚至有机会可以跟他们直接去交流。就会发现很长一段时间，可能10几岁开始到现在到20多岁的时候都是这样一个状态。对，我刚才说到跟读梦的解析有关，可能因为可能作为一个10岁就完整的读完了梦的解析，然后11岁就开始就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直到今天。然后在初中阶段就泡在图书馆，就除了每天中午晚上弹琴以外，就是喜欢泡在图书馆看那些心理学啊、教理学啊、亲子关系啊这些的书。15岁的时候就立志我要成为一个心理学家，可能对这样的一个包括20岁不到的时候，就和一群40多岁的心理学界的前辈心理咨询的老师一起参加专业的心理剧与表达性艺术治疗的训练。可能对这样一个青年或者青少年来说，找到同龄的能够有这样的思想精神上深度交流的伙伴，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Anyway， 所以当我在群里发起蛮有意思的是，当我在群里就简略的分享了一下我这个心路历程以后，有好多小伙伴居然对梦境探索，这话题就变成了有关梦境探索，然后很多伙伴就开始聊关于各自的梦境，然后特别是很多非常神奇的或者奇葩的梦境，大家就说我们一定要聚在线下去做一个这样的沙龙，大家见面聊一聊，然后自然而然就变成了这样一个梦境，有关梦境的沙龙。所以在准备这个沙龙的时候，我就在想关注我的小伙伴里面有多少人也会对梦境探索感兴趣。欢迎你在下面留个言，告诉我你做过最好玩的梦是什么样的，以及我在一开始问的那些问题，跟梦境有关的问题，你做过哪几种？我非常好奇。讲到其中一个，有关于把梦境演出来，肯定很多人会想这是怎么回事？其实那个也和心理剧有关。然后我们一群人可以把梦境去有好几种玩的方式啦，可以一群人将
梦境的不同部分，去以具象化 embodiment 的方式去重演出来，然后在现实的状况下非常清醒，非常 aware， 充满意识的状态下去探索梦境的各个部分。我会发现当我在和梦境中的不同的部分对话的时候，会看见不论是当时那个梦境给我的是什么样的情绪，因为大家肯定做过有一些梦境啊，是非常开心，可能是愿望实现了，获得了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也好，成就也好，但有的时候可能是自己在担心的东西，以梦境的方式演绎出来，一种变换的方式，非直接的方式演绎出来，可能从梦境中被吓醒的经历也会有。我发现不论何种情绪，当我把它在团体的帮助下把它演出来，然后非常有意识的去面对它的时候，会看到会加深很多对自己的了解，自己的不同面向，不同的 dimension， various dimension， the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dimension， 非常非常丰富的层次，很有意思。特别是剖开所有表面的情绪之下的最深层的一些东西，我有非常多的领悟 insights， 那种啊，原来是这样的体验，那是非常美妙的。所以我也一直期待可以但是很难，就到目前为止没有还没有机会找到一群说啊，我们可以定期的聚在一起去探索梦境的一群人，可能是这样那样的，在不同的契机下会有机会去深入探索或者有很个别的几位有机会一起去玩，一起去探索。但是比如五个十个人，然后或者是五个人，大家固定的在一起，在一段时间去探索一起去探索，支持彼此去探索这些梦境，去加深就一开始我讲到那些，去加深对自己的了解也好，去解决现实中的一些问题也好，去化解一些困扰我们的情绪也好，如果有这样的团体，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会很好玩。但另外还有一种探索梦境的方法，就是把它写下来，可能那个是最基础的一步吧。有可能很多会觉得哎呀，梦境很难记，我想必就是一开始的那个问题，你记不记得你自己的梦境，一开始就没有任何训练的状况下，很通常很难把每天的梦境都记得。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以后，和一些方法是可以把梦境比较清晰的记录下来，然后慢慢慢慢会看见梦境和现实的对应以及它的连续性。也就是说，如果你想象你和梦境是一个人，是你面对一个人，然后你面对他的时候，会看着你们俩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可能越来越从一开始很陌生，完全这个梦境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穿着，什么样的面部表情，什么样的长相，然后和你的距离有多远，他是什么样的姿势，可能一开始都看不清楚的状态，到慢慢慢慢慢慢可能变成好朋友，可以勾肩搭背的那一种贴心的好朋友。
会发现自己和梦境有这样的一个关系的变化，还是很好玩的一个体验。如果对梦境感兴趣的你，肯定也会接触到清明梦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在记录自己梦境的状况下，持续一段时间状况下，包括一些 technique 一些技术的支持下，慢慢的会意识到，当你在做梦时会意识到，哦，这是梦，就在梦中意识到我在做梦，然后并且持续的把这个梦做下去。就第一个层次可能是，因为大家可能是两种哈，如果没有去特别练习的话，一个是啊我完全不记得自己的梦，一种是我在梦中我不会意识到自己在做梦，所以梦里的发生的所有的事情觉得哇太真实。我就遇到过会梦中发生的事情，因为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梦，所以我会哭。如果遇到很伤心的事情，我就是会直接哭出来，因为对在梦中的我来说，那就是真实发生的。或者很开心的时候，我就会笑出来，因为那就是真实的对我来说。但是当从梦中醒过来的时候，会意识到哦，那个不是梦啊，这个才是现实。但是清明梦的能力就是在梦中我就意识到那就是梦。通常情况下可能大家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意识到梦以后就会醒过来，哎呀梦就停了，对吧？但清明梦的能力就是我在做这样的梦，同时我意识到那是一个梦，然后我可以有意识的去可以说是操纵，或者说去引导或创造这个梦的走向。为什么这个清明梦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你可能会问，对吧？因为练习清明梦的能力也会要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对吧？那为什么要做它呢？我个人最大的一个体验，就有一段时间我在很认真的每天练习，包括从记录自己的梦，包括练习清明梦 lucid dreaming 嘛，英文是 lucid dream，包括练习清明梦的这个过程，到完全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做梦并且创造梦的走向。在英语里面大家讲到梦想和梦境其实都是一个词 dream。 那当我可以意识到我在做梦的时候，那我们现在，当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梦，你会发现你非常沉浸在里面，然后不管发生什么事，你的喜怒哀乐都会因此起起伏伏的非常厉害。那醒过来以后发现的是梦，会一笑了之，会觉得啊，我没有必要这样。那如果我们现在做的，我们现在以为的现实就是一场梦境呢？如果我们 step back 再后退一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一个梦呢？那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今天？从梦中醒来意识到刚才那个是梦的这个经历会给你怎么样的启发？对我而言，就像庄周梦蝶，蝶梦庄周，对吧？这个从小就在念的，
对我而言是当我练习清明梦以后，我意识到啊，我感到我深刻的理解了庄子所讲的庄周梦蝶，蝶梦庄周乎是什么意思了。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能够成功的意识到啊，我是在做梦，并且去引导梦的早抖的引导梦的导向的时候的那种欣喜和满足感。然后当我回到现实，但谁又能说这个是现实呢，对吧？当我回到这个看引号双引号这个现实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是一个可以迁移的能力。你可能我不知道听到这一段的你会是什么表情，所以欢迎留言告诉我。然后虽然时间有点紧啊，但是明天会带这个活动，作为主理人呢，我可以免费带一位朋友去，所以如果你在上海的话，然后也有兴趣的话，在上海市中心衡山路，你可以留言分享任何吧，分享可以分享你对你的一个梦境最有趣的，或者你印象最深的梦境，可以分享你听了这篇的感受，然后你也可以留下一些好奇的问题，然后我会挑一个，对，我来决定这个名额给到谁，我来邀请一位去参与到明天下午的这场活动，可以面对面的和一群人来聊一聊梦境，踏上一个梦境探索之旅。最后呢，可能想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在线上做这样一个梦境探索的沙龙，你觉得怎么样？就是一个 idea 和大家探讨。好，那我们下次再接着聊，拜拜。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